色都出来了。第一次吸食麻古量很小。麻？我想问问那个吴卷风的血检报告到底吸什么毒啊？蛋黄胶囊。报告政府，我要见所长，我有情况要汇报。喂，声音，吴振峰犯供，说自己没吸毒，正在要求重新检验。会不会弄错？那这份报告说明吴振峰至少半年之内没有吸过毒。他为什么要进戒毒所？肯定有人帮。谁能帮他进戒毒所？我们人。